RPG 历史上的经典名作《勇者斗恶龙八》，天空与海洋与大地与受诅咒的公主。现在跨越了11个年头，从 PS2 移植到 3DS 平台喽。这次主角群们追逐邪恶魔导士的旅程，将会由女盗贼盖尔达和怪物大师莫里这两明星伙伴来助阵，并且在众多知名声优的语音加持之下更添声色。至于在战斗方面， 3DS 版由原本的随机御敌改为可见式接触御敌机制，能够自行决定探索与练功的步调，另外也可以在战斗中开启高速模式，缩短敌我的招式演出，大幅度加快战斗节奏，尽情运用系列作中首创的技能大师成长系统，让角色专精你喜欢的武器与技能，玩出只属于你的队伍配置。而且大家生产装备与物资的好帮手炼金斧也改为立刻能够获得成品，不用像以前得要苦苦等候。战斗累了，还有全新的照片摄影功能可以玩，随时拍下喜欢的风景，透过网络和玩家们分享。这么多有趣的玩意儿，再加上新迷宫、新剧情，甚至是新的隐藏结局，真的很值得所有 DQ 迷好好回味一番哦。